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校园特派记者米鱼。很多人啊在担心初赛到底会怎么进行呢？初赛的题目呢，我们将会分别依比赛的日程表寄给每个报名队伍。同学们在收到题目之后，就可以 open book 开始自由上网搜寻资料解题咯。初赛的时候啊，可以 open book， 决赛可就不一样咯。到时候比赛会场中将无法提供同学上网搜寻资料。如果你有任何的程式设计相关的需要的东西，建议你啊先交给主办单位审核，主办单位呢将根据同学的需求统一提供不影响比赛公平性的资料给所有的参赛者哦。那么决赛的题目是不是会跟初赛差异很大呢？哎呀放心啦，决赛是初赛的延续，所以初赛所使用的内容大约会有 60% 到 80% 可以应用在决赛的题目中哦。